这个是9+1魔术。干嘛要再加一啊？因为它这一支是可以让它别的颜色变色的。哦，这是魔术彩色笔。像这样子。嗯。很棒吧？那我们来试试。好像很帅。一共有9支有颜色的，再加一支可以变色的魔术笔。它的颜色是。蓝色、绿色，它的头是有点粗的那一种尖锥型的，紫色的笔头，好尖的特殊的笔尖的形状。你看还蛮好，我就像彩色笔一样，这样子。那我们拿一个图案来画画看好了。然后再拿白色的画过去，它就会变色哦。这支白色的魔术笔会让原本有画笔的地方都会出现别的颜色。快来画画吧。好像这个啊，我们用白色的这个笔，它就是魔术笔，你写上去之后它就开始变色了，我们写上去的字就会慢慢出现哦，变粉红色耶。这边是纯粹单上颜色，然后这个是在用魔术笔在上面写字，然后像它这边啊，有一些花花，还有一条线条的，就是用魔术笔在上面画出来的哦，它就会像这样子。有趣的魔术彩色笔。9+1，9+1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名字。9+1是9支有颜色的笔，再加一支魔术笔。有兴趣也可以去找来看。